到美女牙医的诊间。哎呀，我突然牙痛了。美女牙医教你如何正确的刷牙。我们现在比较提倡的一个刷牙方式叫背式刷牙法。背式刷牙。对，背式刷牙法就是你牙刷上面的牙弓嘛，牙刷朝上45度，然后牙龈跟牙齿交接这个位置，两颗两颗把牙刷刷毛确实的伸进牙龈沟里面。欢迎之一。不会，我们直播很轻松的，对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心脏蹦蹦跳，你脸上你的欢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怎么能知道？不够。那有没有现在有男朋友？我去年跟男朋友分手。那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吗？他现在没有男朋友，现在是单身。啊，柳医生人美心。